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生活大不同，很高兴可以在羊年的每一个周六晚上陪伴着大家，带给大家无限的欢乐与幸福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个来到大不同的外国朋友，他们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家人。大不同也专门进行了羊年大盘点，特地举办了一场大不同年终颁奖盛典。首先，第一个奖项，大不同最梦幻少女奖，获奖者罗莹莹，颁奖贺词。她是大不同的梦幻小公主，虽然常常眼泪汪汪。哎呀，真哭了，快安慰一下，安慰一下，她已经哭了，却永远怀揣着17岁的玲珑少女心。获奖瞬间，梦幻泡泡秀，全明星小丑团，家务韵律操。哇，今天这个泡泡秀是特别送给我们所有的少女的哦。哎，不破哎！
早上你是刷牙的，或者你是洗碗的都可以用。开水水下来啦，拿点那个洗澡洗碟子的东西，洗洗。滚，立，滚，立，上身，夸，转，转，翻过来。重复，那么别的呢？比如说我们是扫地的，那么扫地本身也是累的，但是我们扫的时候也可以加点，然后左右有很多不同的动作啊，先找一个这样子的，然后翻过来。都可以，然后包括都可以啊。好，然后拖把会有一点炸的，所以我们要踩一踩。干净吗？等会我们再问。然后有很多巧的，好，还有，比如说大家都要在家里要擦擦桌子啊，擦桌子的话。几个问题要问啊？啊，洗手啊？啊，洗水台会脏吗？这一定会水全部射出来啊！对啊，先拿一下，你看看你的动作是不标准的啊！我的手是在中间，只有上身动。哦，只有上身动。胯也不动，胯动的时候上身不动。啊？哦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？啊？扫地。对啊。哎呦，蹲下来怎么扫得干净呢？这个地对啊，你就最后灰尘全部打到处都是。可以。好，那我觉得其实、下一个问题你可能是适合啊，桌子在这儿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是手一直做这个动作会有点累，我们放松一下，然后再来。大家都会在猴年继续陪伴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